百年了，这两个呢有4650年了，4650年了。然后我们到了金山，金山有4600年了，4600年，就是那个胡夫和胡夫的儿子，胡夫的那个孙子。这里的附近还有其他的金山，我们知道的那个集体金山在这个沙漠里面，有差不多20个金山。那我们整个埃及有多少呢？我们整个埃及现在有123个金字塔，123有各个不同的高度。胡夫是最高的，146。胡夫的儿子130。进入我们这边的那个胡氏的或者这里或者金山，我们都可以进去参观了。但是呢，帝王谷里，帝王的坟墓，很多的彩色的文化，还有象形文字，这个都是象形文字，他们以前的象形文字。有墙上都很漂亮的壁画，都还保持得蛮完整的。那个盘把腿。哇。
我们在埃及，今天是2022